新闻继续，要来看的是出身嘉义县 A 名体大饭店总经理李磊珠，伊伫三号馆站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一台专业级的平台是演奏钢琴，是由馆长张华官来代表接受。伫嘉义县政府为着要来感谢伊回馈乡里的日子，要伫咧7月14号下晡的2点半，在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着钢琴观展组成音乐会，就是伫5号开始哦，会来开放给民众售票，麻烦因乡亲会当踊跃前往。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成立至今7年，因为县府财政困难，至今依然无专业级的演奏型钢琴。拄着有音乐活动的时，只会当租借钢琴演出。苏泰仁文教基金会今年初伫表演中心举行28纪念音乐会，担任基金会董事的李丽珠也真拢聆听。李总经理的耳腔非常的灵敏，听出了钢琴的琴音无好。伫了解县府难处之后，决定关琴，解决长久以来表演中心演出设备不足的困境。我的故乡啊，嘉义县啊，更应该哈、啊，尤其是演奏厅啊，要培养一个音乐哈、啊、的文化。希望哈、啊、能够有钢琴啊，能够培养的更多啊，更好的，尤其啊，一般就是没有钢琴，很多人都不愿意来这里表演。那我们是希望说，我捐了钢琴以后呢，啊，能够有比较多人的。来我们嘉义这个音乐的文化沙漠来这边啊，那我们在就是啊嘉义县真的很穷啊，我发觉到我们的国中国小的钢琴很缺乏啊，那么我们最近也在统计啊，给嘉义县的啊其他国中小啊没有钢琴的啊。希望他们也能够有钢琴哈，所以今天举办这个捐赠仪式，我代表嘉义县，嘉义就感谢哈。除了这以外，伊对咱的儿童的教育也很关心，登记以来哈，啊对咱的英语教育也很关心，所以比如讲今年的暑假，伊就对咱沿海地区10间学校哈，啊做英语的教育哈，啊未来哈，对咱的各个学校一些钢琴哈，钢琴他也要给我们一些。捐赠哈，我们现在还在做啊，跟他做这个看要几台哈，啊，跟人家做跟他做最后的确定。另外，为着呼应李总的钢琴技艺，县府特别筹划琴系家乡李丽珠钢琴观展主神音乐会，邀请三位重量级演奏家单工演出。小提琴家是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主任苏显达，音乐家是有钢琴王子之称的陈冠宇，也跟有最近甲日本国宝级大提琴家提刚合作演出的大提琴新手叶英如，是一场家己地区少看的高水准音乐会。最新新闻，钟丽欣、布德定、蔡孔布登。